画面右侧这张照片就是2021年10月在伦敦佛里兹大师展上展出的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·卢索创作拍摄的照片，名为 How， 中文名如何。这张照片通过单一重复的元素非规则型排列，表达出乱中无序的画面。选择勺子这件人们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的餐具，在这个疫情霍乱全人类生活的时期，让不同的人看到这幅作品引发出不同的思考。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呢？摄影师安德烈·卢索1981年出生于一个摄影世家，外祖父祖母都是从事摄影行业。可能在我们的视野中，对于安德烈·卢索的作品看到的人了解的人不算多，但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当代艺术圈里却非常有名。停停停停停，骂艺术家，骂意大利，那照片是老汉我拍的，今年不景气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呢搞点散财，弄门手艺啊，啊，这门手艺挣点外快，好好活着。这不，崩锅崩到第五锅的时候，突然间就砸这么一个灵感。每天早午吃饭的时候用的一次性勺可太软，所以前段时间呢我都买了500个、啊、你买勺子它不发货，你买多了用不完，咱就 有这么个想法。你听到这个是我拍的时候，是不是看上去感觉味儿都变了？哎，别急啊，这里还有一张，你品品这个味儿。我也是个艺术家，但我真正的作品呢、哎、不是这两张照片，而是这期视频本身，这个故事，你听懂了吗？